休息。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吧？再见面，就当从来不认识就好了。 迟到了。是，对不起，我的轩辕大人。我刚才专门等我女朋友下班，谁知道她抛下我自己走，我好不容易才叫的车，已经见谅赶早了。什么女朋友？我只是答应你约会而已。况且咱们的合同里面说的清清楚楚，要在酒店方圆10公里之内保持距离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在酒店门口上我的车？ 不要以为合同只是说说而已，就对我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。你不是说要约会吗？抓紧时间啊！